看第四题，他说一物齁做曲线运动了，它的速度大小渐减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速率对时间变化率呢？这是小率。啊，这是切线速度，切线加速度。啊，切线加速度就是加速度在什么呢？在切线方向投影嘛。所以加速度投影在切线方向嘛，跟切线方向是相反的。哦，所以呢，它们的夹角应该是大于90。好，我们看他问什么。好，那么折起加速度与速度的夹角必怎么样？必大于90。这个西塔它一定是大于90度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。